哇，终于来到台北啦！我好中意嗰间梦幻酒店就喺我后面啦，带大家入去睇下先。人脸的事情，说几点说几，偶尔要说你，咁大声都 OK。二楼呢度咧就系呢一个休息啊，食小食啊嘅一个区域啦，好靓噶。嚟到酒店房，最紧要做咩咧？就系、是。哦，你想问我饮嘢啊 ？OK 噶，而家行得。落到嚟呢个酒店大堂一楼咧，就可以嚟呢度咧，顺便饮个嘢先啦。系咪即刻好想享受下咧？我而家揾个位置。